老沙空高速六十人，你如果有注意到的啊，就会发现到外山也有消防大石头，石头下摆呢有一座寺庙，伊呢就是降龙寺。其实啊，大只离降龙寺袂远个梅林屋附近啊，也就是指望铁梁之后下方，也有一座大石头。指望大石头下摆呢也有一座寺庙，伊呢就是白云岩的保庆寺。这个就是白云岩的牌坊啊，对着这个大概几百米就到这保庆寺哦。然后这个来去铁梁之后一路去顶卖哦，后面呢就是个梅林屋啊。我就是来啊，可能较暗的关门啊，这次来应该不会关门了咯。哎，每个大门都少啊，我看你来较早的咧，我行袂好。这个宝庆寺呢是位于潮州市潮安区红木林梅林坳四零村的白云庵历史非常悠久，这个听好景。就买一个福州黄酒啊，就买一个好去山顶的哈，但是我就无去了啊，我山下无要放了。昨年叫做宝庆寺呢。老街南庄街廿三亩呢，则幺二幺幺年，四零村也是四座四方岭，别号云南山呢，口中直说，但是小老百姓讲，后来老街南庄宝庆山呢，则幺二二七年，来到了伊曾经读书的地方，白云庵修建创建，并以当时的字号，将这个命名为宝庆寺。白云庵字号面就是啊，非常大汪，两只汪了哦，加个江龙寺的大样，落尾非常宽。这个宝庆寺呢，曾经在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呢，在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下开放过，然后在1993年零星登记，并得到批准开放。结果呢，就以伊人起眼山名最上最严谨闻名。好，点样后生年龄好了个啊？其他音未？好，安尼了悄悄定袂好啦，安时了悄悄定无。喏，甲人好看咧，即龙脉当有人徛，